据 ET Today 新闻云微博消息，泰国女神快乐宝拉最近在社交网站上异常火爆，她不仅敢秀敢现，尽现自信每一面，晒香艳性感照，还大跳可爱颂的舞蹈。宝拉的粉丝不但有泰国人，还有中国内地和台湾的众多网友，甚至在整个东南亚都很有名气，人气之高，声称亚洲新一代网络女神。那你高